这波狗粮我干了，麦迪娜和江潮穿情侣装，还非要换裤子穿，服了。通过一档节目，观众纷纷喜欢上了江潮和麦迪娜这对夫妻，结婚之后两人的甜美不减反增，每次看到他们都会被塞一嘴狗粮。和江潮一样，麦迪娜穿的是一样的灰色德文西裤，所以说麦迪娜和江潮是穿情侣装出门的。而且麦迪娜的穿搭和江潮一样有个性，她穿的是一件加两件 T 恤，穿搭看起来很随性潇洒的样子。看两人穿的造型，虽然穿的是一样的裤子，但是感觉麦迪娜穿的裤子更加宽松，难道两天是换了裤子穿？麦迪娜的其他造型也是时尚亮眼的穿搭，看她的这身搭配，麦迪娜穿的是一件白色 T 恤，搭配灰色条纹西装套装，上衣是西装外套，搭配半身裙，而且裙子的设计还不简单，在右侧是系带子的设计，像一个蝴蝶结。麦迪娜的穿搭显身材，穿出了淡淡的轻熟感。